市立大学 Space 吉他社所主办的第11届诗弦展，将于4月12号礼拜六下午2点决赛在校本部的中正堂中举行，现场还有抽奖活动，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共襄盛举。详情请下脸书台北市立教育大学诗弦展。现在大学社团所举办的乐器比赛已经越来越开放性，也是全国的大专院校都可以同时来参加同一个学校所举办。那我觉得这样在同一个比赛里面，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学校的同学，他们的生活环境啊、社团文化都不一样，那可以做一个充分的交流。那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将来想要从事音乐工作的同学来讲，参加这一类的比赛呢，是非常好的养分。我想比赛这件事情呢，大家都知道，什么胜不骄败不馁啊，输赢不是最重要的啊。其实，我觉得用最健康的心态去面对一个比赛，其实最重要的，我觉得还是面对自己，就是说你喜不喜欢站在舞台上。如果这是答案是肯定的，那我觉得你可以借由这个比赛更了解自己，然后更清楚自己未来的道路。